2015年的10月10号，今天是双十国节。小编在无人的海边，也就是所谓的博物馆的社区的港口，有看到吗？嗯，那现在要大家去看那个一个海堤防，还有包括是一个白珊瑚。这边是澎湖县工程的成果专案。嗯，今天的天气真的还是很不错。在无人的海边，寂静的沙滩绵延，海浪拍打着海面，仿佛叙述一个春天。哇，这首歌好好听哦，无人的海边，那当然是最传统的一首歌。这个地方真的就来到了澎湖，当然有一首歌就是外婆的澎湖湾，由严家修作词作曲，然后潘安邦来主唱。晚风轻拂澎湖湾，白浪逐沙滩，没有烟林缀斜阳，只是一片海蓝蓝。坐在门前的矮墙上，一片片幻想，也是沙滩的脚印，像线脚印的两对半。那是外婆拄的杖，将我手轻轻挽，踩着薄暮走向余晖，暖暖的澎湖湾。一个小雨是小城一串，消磨许多时光，直到夜色吞没了我俩回家的路上。澎湖湾，澎湖湾，外婆的澎湖湾，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。沙滩海浪仙人掌，还有一位老船长。歌是澎湖的五大特色：阳光、沙滩、海浪、仙人掌，还有一位老船长。在2年前的今天呢、我也在澎湖顺利的拿取到这个澎湖的船长的执照，但是不晓得何年何月会再来这边开船呢？现在在正前方有没有看到一艘是复兴航空？在从昨天到今天呢，小编连续2天来拍从台北的首都机场第一班的飞机，第一班的飞机，然后来拍的。那么。TAIWAN， 欢迎你的加入幸福台湾 TAIWAN， 欢迎你，请搜寻脸书幸福台湾 TAIWAN， 拜拜。今天是2015年双十佳节，中华民国的生日，105岁，104岁，生日快乐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Happy birthday， 中华民国快乐，拜拜。